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因公因公正言之正言之明心主明心主善事是善善事善事世间解世间解善事善事调御丈夫调御丈夫天人师天人师佛佛世尊世尊当年马如法因必说法如法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是一个至少他在你的一个形象里面怎么说好呢？你的一个佛教这样说，你的行运里面啊，这个业力形成的一个业，一个果。这个果呢，就是你已经认定了这个人是给你烦恼，当然我先这么说，就是你认定他已经给你烦恼，因为你还没有获得一个相的时候。哦，你还没有赚到，就是他对这个事情的这个执取呢，放得下的时候，当然这个众生只要你想到就是烦恼，是不是？啊，理解啊，这个。那么而且呢，除了这个之外呢，因为这个众生呢，这个众生比如说说我好不好，那可能会讲了一些话，你们非常不高兴啊。那么，那因为我又不是佛嘛，啊，是不是？在我的实体里面，我可能有一些思维，但是我肯定不是佛啊。那么所以呢？当你在意念我的时候，你就算要意念我的时候，也简单说就是你跟意念佛是有差别的啊，理解吗？啊，因为在我本身在这个法则里面哦，我可能修为还没到这个样的时候，肯定就没办法跟佛解释的，理解吗？因为佛是有完全涅槃啊，有这样一个法身的四全十全的这样一个事实，理解吗？所以就因为这样呢，在净土法门里面，跟一般的法门的强调会有一些不一样。我今天是在讲净土法门，但是我就要介绍净土法门。那么就不一样的就是，如果在一般的法门里面，比如说在座的有的是来修的是四无量心观，那么四无量心观呢，在解释说，在讲解四无量心的时候，我们就先要告诉说，修这个四无量心观呢。可以是四种的修行的目标，对不对？有四种修行的目标，就是喜观、悲观、喜观、识观。那他所对的对象是众生的对象，好。那么有的众生是好的众生，有的众生是坏的众生。但是呢，因为你对的这个众生，你的心念的量起的是适合的话，是对的话，这样就会怎么样呢？你就产生一种慈心或者是悲心，好，诸如此类的。那么这个，而且它有一种对峙的作用。因为一旦你有慈心的悲心，那你诚心就会被压服下去了。真正会起慈心跟悲心跟喜心跟舍心的时候，诚心一定会现起。好了，那么如果是同样的，当你在一个心的话，在意念是佛的时候，其实跟修持的产品都一样，所以为什么说它是念啊？但你的念呢，你的专注念力呢，都是在佛的话，那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要谈的，就是。因为佛跟你说修一般众生是不一样的，但是佛是一个在至少啊、就是一个完全解脱的有智慧法身的啊、这样的一个你说的众生啊，我用这个词是为了方便你们听啊，就说是一个众生，但这个众生呢，它不是一般众生的，它因为是有法身的啊，当然我们一般尊敬的时候不把它叫众生哈，因为这是不一样，但是我是为了让你们方便。那么所以当你意念的时候呢？所以呢，你会发觉它跟一般的不一样是什么？就是呢，你不但是因为价值呢产生的，你好像在心一般的定，但是它有些效果不一样。第一，就是说，因为呢，你在对你这个是观的是佛的时候呢，心呢一定会起一个叫净心，对不对？就是 pure faith， 应该怎么说啊？你可以用这样的翻译，就是说你的心呢一定是起的绝对的一种信仰，听到信。了解吧，绝对的信仰，而因为这个对象，比如说所缘，好，如果我们先看这个开始的情节来看，就是这个所缘，因为是佛的话，那么它又是一个智慧的法身的时候呢，它是有力量的，那就跟一般的我们所修的业处就不一样，理解吗？啊，那么它是有力量的，因为呢，这么讲呢，在一个宇宙里面，好，在一个宇宙来看待的话，因为能超越这个三界的话，但是没有佛。他没有在任何的，他超越的时候呢，换句话说，他比一般的这个众生啊，就是当然是比一般的众生的所谓的，还有我们不管是哪一个高的境界的这种天众也好，他们还要轮回，但是佛已经没有轮回。换句话说，他是这一次可以怎么选择他？他是这个宇宙界里面的最大的、最善的一个有智慧啊啊有智慧的这样的一个，如果你要用众生知道，那就是众生。那当然，这个就是我们好的啊，好。那么，这就是为什么，那我们到等下看下去就知道说，为什么呢？在观念佛呢，有它特别的意义呢？理解了吗？
个艺术生不只是一种修禅定是吧？啊，不只是说，甚至就是一种信。我说我因为修了这个，我会增长的信心啊，对佛的信心。那么剩下的，因为佛，你这个对象是一个特别的超凡的一个对象啊，就你所谓的这个对象，超凡的，所以它还可以带给你不同的这种功能，就是不同的意义，理解吗？那比如说，我们如果信此观的话，我们讲一个简单，当我们如果观一个众生，他是常常很开心的，这个开心的众生，你就很迷观，因为你修持观就是要去你的诚心嘛，对不对？那所以呢，那你如果想到一个很开心的人，很容易你就比较开心，是不是？像比如说你想到一个小 baby 啊，对不对？或者一个很可爱的你的侄子啊、孙子啊，或者这样子，是不是？你就很容易就，但是如果你想到一个你很讨厌的人，当然你就很不开心，对不对？理解吗？好，那这个很开心的人呢，如果他的性格本来就很善良、很开心的人，你甚至很喜欢跟他亲近，是不是？啊，而且呢，你想他也想，你意念他的时候呢，都会意念的比较高兴、很快乐，对不对？对不对？对，我觉得这个可能用那个很多人谈恋爱的人比较清楚的啊。在他那个恋爱个的时候，对不对？一想到他就很高兴啊。会有的人呢是当面的是很痛苦的啊。但是呢，这个有点像同意的哈，来说明哈，就是你一旦如果是一念佛的时候呢，佛是清净的时候呢，那么你就你自然的就会产生一种特有的效果啊。但是这里面呢，我个人看法就是我一时间去找，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印证，我记得我有看过，我现在没办法去找这个证据啊。我个人看法就是说，这肯定的，就是你们讲解说我忘了，就是说这肯定的，一旦呢，如果你对佛的了解越是多的话，那么你意念佛的时候，这种力量就会更大，啊，是吧？就是理解吗？这力量就会更大。那么除了换句话说要了解，这种意念佛的时候，或者看你怎么算，九号啊、十号也好，因为大乘佛也谈得很清楚的。有的传统说九号，有的传统说十号啊，甚至有的说十一号，那个就我这都不跟你谈这些了，这就是细节啊。在这里面呢，我要讲就是，所以呢，你要了解就是，在这个十号里面呢，如果你面对它，除了它的作用，开始我们学，我们就是认为说啊，它就是那么我们心的意在佛上面，对吧？就这样子，其实不只是仅仅如此。那么这十号，如果你一直在用、一直在用、一直在用、一直在用的时候呢？那么换句话说，你对佛的了解越深厚的时候，那么换句话说，你得到的福音就会更深，啊，理解吗？理解吗？啊，所以不只是他能帮你在这重复，他不仅仅帮助你的心远离的心，他实际上呢，是因为你越是了解佛的时候，那么从这个佛的功德名号，就越是了解他的时候，那么实际上你所得到的利益就会很大，啊，这是一个，那么。当然，第三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就像看上至下猪的书一样啊，你会发觉开始你可能要花蛮长的时间啊，蛮长的时间呢去念这个十号，是不是？像比如说，就是它是运动，你开始说啊，运动啊，运动是什么？啊，运动就是要值得供养，最值得供养的。哦，还有什么？哦，因为它断了我命。哦，还有什么？你的心还是念。至少不是在想一些不该想，是不是？啊，你是在想说啊，还有，突然就想到昨天没有吃好了，今天可能瘦了，今天觉得不好看，在想不对，我现在还在这边意念，又回来。那你意念，然后说哦，还有就是，就是因为他没有在，我们在中断了我们的烦恼，这样子，对不对？是不是？你们如果做的都知道，但是呢，像我来讲，包括像。做惯的一讲因果，这些全部的因素都在那里，理解是吧？对啊，就一下子全部就哎，就不是说很多人去背书啊，背完了啊，这些是死读书，对吧？我们说用心去读书，为什么？你们回去看看，你去读书这种读法，我是不会背书的，说老实话。我承认，这也是我的弱点。一直要背书，我肯定考很鸡蛋啊。
但是我是会去进入历史的一个，但这也是我违背，因为我违背说要加刑期来灭了警察啊，我是违背说，那我从以前就没有这个背书的人，我以前说是摆摊的作弊，我一作弊的就是背书的东西，你依然去看看。那所以这边我们理解的时候，就活十号啊，等一下我们在下面也会提到。我先在谈我们昨天之前的一些课题啊，就是说，那么还有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那就是因为活有两种啊，修法活生的两种修法，对不对？一个就是要修炼活十号，一个呢，在同样的地方也是属于这种意念的话，或者另外是什么个别来说，就是比如说阿弥陀佛有18元，有没有？像药师佛有12元，好。那么，这里大家问题说，那么至于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呢？那么我不知道，说实在这个问题，我至少没有看见过。但是我们只有一般的，不管在哪一些国家里面，基本上呢，尤其是比如说在中国的跟西藏国家里面，都把释迦牟尼佛是视为是千百亿化身的，好，好。那么简单讲就是。这个就是就是他们对他们越级重视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所以你也得有点愿意啊，理解吗？但是我总是认为，就好像我一直强调说，你一定要对佛的理解了解。那么以这样的东西啊，第二个呢，修佛身的方法呢，就是所谓的观他的32相，有没有？那么这观32相呢，有的经就像我之前也印给你看。就是那个鸠摩罗什啊，鸠摩罗什，他就说要，对不对？不是念完那个这个所谓的，他是音，这个叫什么音译嘛啊，是因为音译的那个佛的十号之外，下面呢你就没有注意到，它里面就说到说要观佛的32相啊，那么就是一个观相嘛。那么观相呢，有的是说要观可以用32相。后来呢，我不能说我了，就有些别的经文呢，就会提到说，你可以有一个彩画的像，或者是一个佛像来观，好，来看啊，这个就是在观像。那么这里面呢，事实上从这些，我现在就是在讲几种观念，就是我也没有谈到，基本上主要的我的脑袋记得应该就是经文。这里面呢，就有一些观点，比如说，有的是说先观像，再观佛的功德名号，有的是说先观佛的功德名号。但是总的来说，我的看法就是说，就哪一种你先走哪一种啊？这里我也知道有人啊，其实在观的过程里面，我先不要谈一些经验上啊，在观的过程，有的人他突然觉得，哎，观世音菩萨像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他可能脑袋有想，想到观世音菩萨，所以呢，他比如说观观世音菩萨，那么就观观世音菩萨啊。那么因为为什么？那为什么呢？这是当然是我的看法。如果你觉得不要没关系，那你就把观世音菩萨放下啊，是在去观阿弥陀佛也好，就是说观一般的佛像，因为每个佛都一样啊，的那个32相都一样。那像比如说我的看法是因为什么说如果观世音菩萨他显现了，那就观观世音菩萨，因为呢这样的话，你的心至少呢先有了一个所缘。菩萨的说法，那当然接下来观佛就接着讲。好，讲到这边，我先回答几个就是我们的经文的课程。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感觉比较大的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像那个偶遇法师写的一个，可能其实这应该是偶遇法师的吧，就是你再看看是。简单就是谈到说。这个啊，对，是说五方面念佛法里面啊，就是智于法师写的这个五方面念佛法里面，谈到这个所谓的真禅啊，这个真禅第三个有没有？看到真禅的时候，他问说是不是全世界啊，全已成书吗？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但是我去查了一下，应该是说全世界已全万寂真啊，好，然后全秀寂心，全他寂止。我是觉得这个有点复杂啊，我最复杂是我理解他在说什么，但是我觉得要讲一个，我们真的是跟我们的修行道现在来说，可能
有点不太相关性。我跟你讲一讲，其实什么叫以心为师兄哈？那当中有请我们的论点就会发觉，这个事修哈，事修呢，它就是事就是事情的事嘛，对不对？啊，事情的事，懂英文可能比较更简单的说，我们一般谈一件事情怎么翻译呢？也就是说 ，event， 对不对？一件事情，明白？就是有个 event 啊，比如说因为一件事情呢，那你的产生了一个不高兴，这里面呢。一般的人呢，首先对一件事情的了解是从一个量去了解，明白吗？是不是？没有。比如说，你们坐在这边，好、哦，坐在这里，好、哦，我是先从一个量去了解。我说一般来说，这是绝对的。请记得，我讲一般的意思，没有说没有特别好，因为很多人上面都哎有点问题吧？我知道有，我是说一般，好、哦，一般的意思就是有特例，但是是。一般来说，一般来说呢，比如说我们认人就是一个，明白吗？然后呢，我从这边去了解说啊，这个人是怎么样，这个人是怎么样，这个人是怎么样，是不是？那个就叫做，也就是单一的一个相，好、哦，这个就属于是，就属于是修。那么但是呢，这个里面呢，其实我对这个人的印象、看法有没有改变？会不会？会不会改变？会改变的，对不对？比如说，他可能对我好，合我的意，所谓的就是合我的意啊，合我的意的话，那我对他的看法就是，就会改变啊。那么如果他不合我的意的话，我当然对他的看法也改变啊。简单讲，就是我也是你一个，但是呢，他合我意跟不合我意来看待。我开始认识你的时候，比如说用你来讲啊，那我可能就知道你是长这样子的。来这边参加过我们的活期哈，还有一些法会哈，那这个就是我认识。接下来跟他讲话有些不礼貌啊，但是不说了，不是真的哈。那么呢，我就对他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就除了加上他有来自我们这边之外，就是他啊，我认为不礼貌，可能不是，但是我认为好像不合我的意思，明白？那么所以这些呢，就是一个单一的项目。但当然，其实这个单一的项目里面是一个事情过程的，好。那么除了这个单一的项目呢？其实呢，他跟我之间如果一直在互动的话，好、哦、互动的话，换句话说，因为我跟他自己上认识嘛，所以那个相不简单，就是一个人或者是单一的。但是如果对他越来越了解的时候，那么我对这个人的相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也没有是比较复杂。假设说，讲一讲就是。假设说他有时很好，有时候很坏，那么就比较复杂。OK， 那么这个比较复杂呢？那么简单的说，就是一件事情的发生呢，我当下在想它的时候，就是一个想，理解吗？理解吗？啊，就是一个想。这个呢，其实都是算是事项啊，事项啊。那么对初级的人呢，事项好像是最单一的说。但是呢，对于修久的人呢，事项是一个有一个连续的动作，都是有事，明白吗？明白吗？可能再讲最简单，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懂，因为你们的眼睛有时候就看得我好像很懂，有时候好像不懂啊。那么这么讲好了，比如讲，你知道吗？我讲一个事情故事哈，第二性上面总总加起来，要有有学不好，第一个，然后不好第二个，然后有学再少就第三个，也就是阿丘明的一起，然后就是说对我整个的影响。是，那比如说每次我跟你打招呼，你不甩我，对不对？本来我是就第一印象，你不甩我是一个想，那是你每次不甩我，那么全部加起来，我就已经抓住了这个想，整个事情我认定说就是。那个人就是不甩我的人，好不好？就是这个意思，理解吧？或者是说有个很复杂的事情发生，啊，复杂的事情发生，那么很复杂的事情发生，这个故事过了之后呢，你对这个故事有一个诠释。比如说有个人闹我脾气，有没有？闹我脾气的时候呢，那个人呢，他突然间呢，比如说你那个人闹脾气，你就怕去打了他两巴掌，
然后我就认为你是一个很凶的人啊。后来呢，他来跑来告诉我说，其实他为什么打你两巴掌呢？因为你那时候发疯呢，还好打他了，把你打醒了啊，你就没有疯掉了，是不是？懂吗？是不是？懂吗？开始我对这件事情是认为你是一个坏人，因为你这么打他两巴掌。后来我对这件事情发现，原来你是一个好人，因为你是要我打疯掉啊。OK， 懂吗？这个有个事情的过段，这也是一个想，明白吗？但是在所以这个事啊，这件事在原文里面叫瓦斯图啊，在巴黎叫瓦斯图啊，那么在法文叫瓦斯图，这个非常复杂，就是为师的时候非常复杂。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事修啊，跟你修，简单讲，这个是一个事，但是事呢，有时候也把它翻译成叫阿卡了啊。我在读，尤其在修行就知道。又是把它，也是把它当成是行来看，好 ，OK，Anyway， 好，什么叫理呢？那么简单讲就是理呢，这一点呢，理呢，在佛教来说，肯定要从一定从一系列的一个关系里面去看到它的因果关系，但是这个只是理的开始，这不是真正的理啊。看到它的因果关系的时候呢，发觉其实没有一个真正在造作一个因果的人啊，这是一个很高的社会，那叫做理想。这个是一个简单的讲，好了，比如说他打了一巴掌，我在观他嘛，对不对？我在观他嘛，然后呢，我就注意得到说，其实这个人，比如说他是个坏人，后来我发觉，我会认为他是坏人，是因为呢，我起了一个心，我起了一个心，那我起了什么心呢？比如说我起了一个，因为我后来才发觉，我一直以为他是坏，其实真正的不是他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因为我本来就不高兴，所以我看到他坏的时候呢，他对我不礼貌，所以我才更不高兴，理解吗？但如果突然间别人告诉你说，哎，把这个法师啊，哎，那个人家要给你1000亿万啊，1000万，比如说有人给你1000万，你说他那时候脸黑黑，我在意吗？你说我在意吗？我是当时说我有贪心的时候，我就拿1000万，说老师，你们别告诉我，你也给你1000万，你不要。我不信这个啊！你说1000万你不要钱啊？1000万就是一回事啊！那个人说我给你1000万没有条件的啊！我先讲你条件，除非你真的是佛跟阿罗汉，我相信啊！要不然没条件给你1000万，那说好，你拿了那1000万就啊！他那时候还是跟你脸黑不对的。哎呀，不要这么伤心嘛，喝点茶吧，来，是不是？对不对？知道吗？这个我要讲这里就是好。所以你修啊，就是你会发觉，就是哎，他当然有因缘嘛，就是他是有因缘，但是我其实是最主要的掌控人，是不是？他当然有因缘，那我在那里面呢，试一下呢，我就是本来就是不高兴，好，而且我对他就不存那个成见，好，这两个再加上他又在黑着脸，那么这个因缘加起来，我就开始很暴躁，可以这么说。从这里面呢，我就发觉，其实这种冒火的状况不只是他，我对你每一个人都是如此，过去都是这样，了解吗？是不是？然后我在这里面又发觉，其实过去我对每个人都这样的时候呢，但是这里面又发觉，有的状况是什么样的状况能让我更气，有的状况让我更不气，是吧？对不对？那我就突然间开始，就像看书，上次小猪也是一样，好像一个一个一个要把它给跌起来的。但是你有了这样的一个经验，把它叠起来的时候呢，就看上次小猪开始一个故事的看完。但是你如果有叫至少有3个，我们叫30因果啊，就是你有叠了几个，这3个里面又在重叠三个，一直分叉出去的时候，对吧？你就发觉，哎，你的苦痛就是在这样的问题，理解吗 ？OK， 在这样的无明里面的时候呢，哪个是你？我现在只是跟你分的过去，就是说在修的时候你是要段时间，但是你会发觉到哪一个是你，有没有一个你在那边受控制，了解吗？好，回去想一想，不了解，没有一个你在那边受控制，但是呢只有缘起缘灭，了解吗？是不是 OK， 这个呢当然是缘起缘灭呢，也另外一种体系，像如果你这个不是师弟所说的我有我的说法，就是简单说，从这里面弯到了没有一个自私心啊、实在性啊、真实性的一个
这样的时候呢，这个四条条就会写了，理解吗 ？OK， 啊，当然在对于修光佛的理修呢，非常人的修，这个将来你们有机会去多看这个法源，他也有讲究讲修啊，而且尤其是天台宗提的更庞大啊，啊，他很多方法传，然后但是有些比较小的宗派可能就比较窄加一点啊，但是天台宗就比较庞大，就各方修有啊。那我来讲，就是说，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就像那个佛教37年的时候，我注意再去看啊，大家去看到说，真理怎么灵修呢？就观说究竟谁在念佛啊？啊，这个佛是怎么出来的？这一类的来了解有没有一个实性的问题？好，要讲。OK， 先了解讲啊，要不然讲下去就没什么意思。你想你做的胡思乱想，这个方法啊。所以啊，其实这段里面，我明大师写的我的看法啊，但是我虽然是觉得他用很开明式啊去形容这件事情啊，但是基本上呢，就是你会发觉，你的一切的事情就是你的，对不对？你不要忘记了，因为你在修理修的时候啊，你是要靠事修的来成就你的理修成就，了解吗？是不是啊？那么像诸如此类后面的，那我们再讲啊，大概是这样啊。嗯。另外一个问题啊，禅定的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你对写这个问题的人是对禅定的了解什么？当然，禅定是很大的课题啊。那么，但是呢，我觉得在念佛来讲，最简单的就是说，你能打心习在你要做的这个佛上面，不管是念佛身，或者是念这个叫什么，或者是说念这个佛的功德，或者是念佛的愿力，好，这样的话。这个本身人心没有乱交缠，对不对？理解吗？啊，这样，这个当然每个法门呢，对这个定义不是定义，就是对这样的这种境界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但在念佛来说，你的要求就是你的心不能离开佛，就是啊，对。无论你是你修他的身，就是三十二相身，或者是说你是修他的愿力啊，或者是说你修他的这一个叫什么，叫他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如果想去这个极乐世界呢，不是他的话，那是不是想要善的东西都是不是他的？这个，也省得我在想要重新解释。哎，这么说，看来我用例子来讲，我现在一下子想不出。比如讲，今天我如果坐在那边观佛的时候，当然我就一直在做嘛，啊，就观着佛啊。然后呢，我愿我到极乐世界去啊，这个是我在修行嘛，是不是？有人说这是他吗？你懂吗 ？OK。第二个，但如果现在呢，我明明在照顾一个小孩子，小孩子很皮，但是这个小孩要我照顾，但是我一边照顾他，我一边想到说，我要极乐世界去，我干嘛照顾你？讨厌死了，对不对？那你说，在想那个小孩子的时候，在明明在照顾小孩子的时候，但是你要逃避这个烦恼，然后想到要到几个时间去这样的话，你说这个是不是这样的？了解吗 ？OK， 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那么比如说，当我们在观的时候呢，观那个一个像的时候，比如说观那个好，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就是观那个像也好，观明德也好。好呀，甚至我称你念佛，就是一直在口诵的啊，好，这样也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我在口诵诵的时候，但是我一直在口诵的时候，我心里在想着，哎呀，我这一生我不去呀、简单讲，我说有时候一直在想，我一直不去呀、不可以呀、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其实你有没有在称你念佛了？没有，对，那你就是他，理解吗？来，是不是？换句话说，但你也可以简单的讲。一句话，套一句话说，你没有活在当下善的方面，都是他。好、哦，你也可以这么讲，好，理解吗？好、哦，但是你肯定会说，法师什么叫善？这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讲的吗？简单的说哈、哦，如果一天两天说的话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半夜很多时候哈。简单的说就是，比如讲说，如果我们已经不依靠这个五欲，有没有？不依这个五欲，我们依
一天你讲过意识什么哈、啊，就透过的是透过的色身啊，眼耳鼻舌身啊，这是要靠这些这个感官的啊，色身这是五个这种来让你觉得不快乐的。如果你没有透过它的话，但是你的心的意念呢，人在当下的话，在佛教里说这一般都不算它，一般都是全部讲的是啊，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状况，你的心的平静，你会产生定。虽然啊、哦，这个里面会有提的，啊，像那个这个看多，虽然里面有分的，这个定呢也有分正定跟邪定，好，好吧？嗯，这个另外一个科学里面这个还不要涉及那么远去。那么理解吗？所以他啊，就是他会觉得，如果你有正确了解，你有正确的关照，我知道。所以这句话说往生要到极乐世界去，是不是算贪？我觉得那是什么状况来看，是吧？这就符合一点法的看待，是吧？嗯。对，在英文的问说 ，Once you reach pure consciousness, is it true that you may leave your physical body at will？ 简单说。本来之前已经说了，在修来说啊，严格的说修来说啊，是一个比较高层次的一个修法，肯定是不依于我们的啊五根来修的，我们是透过一根来修的啊，理解吗？其实连缘起法是这样，缘起法一定是透过一根来修的。OK， 没什么问题了吧？我觉得这个大概有回答了这些。好，另外一个我要先讲，就是今年还好哦。每一年呢，有时候因为我在开始讲课的时候，我是一个慢性的啊、哦，有时是急性，有时是慢性，基本上我是属于慢性的。慢性就是说我是急性子，我也是很急性子。后来我现在就改改了一个极端的另外一个比较慢性。起来啊，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都难啊。那我是说，我是现在比较放慢，所以呢，也可能会我的这个我有的概念，比如说讲课一般呢，我没有说我有时候会转会变。我为什么？我其实我今天我讲课跟我去年就不一样，这样子。虽然我讲的有些主题是一样啊，也跟我前面也不一样。那我之前说过，因为我记性比较好，我比较不想讲。重复的东西，如果可以避免的话，我会避免。但是我不说，有些东西你肯定要讲的，所以不能避免啊。这是一个。那这个里面呢，我也要先说明，我也可能呢会在中间，本来我打算今年要讲什么，但是中间我会换掉。为什么会换掉呢？都是视状况而定。我至少以我自己判断的状况来看，啊，就是说可能这个时候大家希望想多了解。或者哪一部分我觉得需要多强调，所以我会换一转换来变。也就是因为这样呢，有时在讲经的时候呢，前面所交代的东西呢，不是你要想听的，就说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讲，有没有？所以会造成一些误解啊。那么尤其去年跟前年就发生过一些事啊，这当然没有什么，我是说这是肯定的啊。尤其你们没有这种习惯的话。对老师就说，他反正讲七天嘛，等我听完再说。有些没有耐心的，他就硬要听，他要听的。那么那个时候呢，像去年就发生了，他们会写一些字条，就是说，哎，这个说我什么东西没有交代好，没有讲，所以他希望你讲什么讲好，比如说，介绍极乐世界啊，或者是什么，他们会有提出这些。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就有些回应，主要是这样啊。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我都有回应过来了，就说哦，我会再讲，明天再讲，或者后天再讲啊。当然，我刚才讲的时候，有时候你们提出这些是很好的，我没有完全，就是说写个纸条，就是说你想听这个，但是我有时间可以去讲解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那么你们私底下一定会去跟一些朋友谈嘛，对不对？你说那法师啊，这个我们明明是来参加这个净土的，而且尤其你对净土又认为。阿弥陀佛的话啊，当然，那我前面又没有谈到阿弥陀佛，但你更气了，是不是？你觉得哇，我来这边白来了，然后呢，
那我们就下面可能就会投诉嘛。其实我认为这是很正常，没什么，因为有时候投诉是一种发泄加一下自己的没办法去发泄嘛，才会谈谈好。那么呢，然后但是呢，当然有的人他投诉是为了表现自己，你知道吗？我读了多少啊？我看过这个，看过那个，看过这个，看过这个，干嘛？这个被别人也有这样的。那我不谈这个，最重要就是说，当你投诉了之后呢，后来呢，因为我后来就接到一些信啊，就是说最后呢，课讲完了，但是也结束了。这些本来是有带一点要求的，就是说希望我怎么怎么，都很感谢我后来有，就是说其实我还是把事情该交代啊，还是交代，对不对？问题是在这边，问题什么呢？问题是因为最后要结束了，你也不会跟人家讲说。其实这法师讲的不错的，对不对？是不是？我也了解，如果我也可能会这么讲，对不对？尤其你跟那个人投诉的人，你没有去讲过这个。那后来变成什么样子？后来变成了，我为什么提这个？是因为我会遇到这个困难。我的意思说，如果你真的投诉没关系，你从头到尾有大部分问题的投诉，你当然有这个权利去投诉，你懂我在讲什么吗？啊！但是很可惜的就是，我所知道的有几个人啊，他当初是有一个观点，后来他没有这个观点，他还是非常高兴的离开了，就说参加这个佛学之后，但是他没有在跟那个听的人在解说，哎呀，其实他讲的还挺可以的啊，我还挺喜欢的，就这么说。那个人的印象，因为他本来如果对我有意见的话，那他的印象就会，你看这个法师就是不好，就是，你看我可以挤出来，有谁对他有意见。真的，我为什么今天讲这个事，是因为啊，后来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就问你是不是了，说吧，说不对不好。在我在带佛器的时候呢，有人在从中做引导师，但是没有参加的人，对不对？不知道这种事情，就认为说啊，可能这个法师大家都不知道，对不对？那我今天讲这个呢，我其实不是很在意，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做的事情啊，但是。顺便我对我们佛友来了解这一点啊，参加不但你投诉没关系，我刚才讲的啊，就算你之后你也可以告诉他，哎，我现在参加完七天总算圆满了，好辛苦还过去了啊，我还是不满意，至少我觉得，那么尤其呢，如果呢你已经有个感官了，你成功跟你跟那个投诉的人呢，请你可以跟我讲一讲。我现在不是为我说，说实在，因为当初其实那是在我们开的大会里面，那个人站出来就是说他说我啊不好，那么但是呢，我自己很清楚知道，我总会在跟他讲说没有啊。后来这些人在他们在说我的时候，有些人他告诉我，他们很高兴，但是你觉得我们要这样去说话吗？我不会这样去说啊，我也不可能在到最后说，哎呀，你看啊。这些人本来骂我的，现在不骂我了，我不知道在干什么，我不做这种事的啊，对不对？那么，但是所以呢，我会里面记得参加任何的活动都好啊，就是说，所以我讲参加任何活动啊，真的，如果你要发泄一下情绪，发泄之后，那如果你有感到或怎么样，别忘记要对那个听众啊，还是要给他善待的、善良的，就是适当的讲，比如讲啊，给你们一个。顺便在学法，要不然到时候闹成就是没有必要的沟通。就像我刚才讲，如果你真的还是投诉，这还是一个事实，看到没有？如果不是一个事实，那就不可惜了，这样子。OK， 我觉得我讲完了这些呢，顺便呢，我再提一提，我刚刚因为在注意到有一件不是注意到，就是说我看到有些刚刚我提到一个，就是说我们学一个法门嘛，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边比较花的心机有这个诵经啊，诵经里面我也讲过，这个是一部赞叹啊，赞叹这个是从口业去赞叹，有没有？那我们拜佛是从身业里面去啊礼佛，有没有？然后呢，当我们在禅修的时候，或者说可以说是念佛的时候，那么这个是从我们的心里面去对佛的专一，有没有？啊，那这个心不要有善了，有没有？那这里面我也讲了，有就是说，就是从观身体的，那么也有的就是说要观他的愿力的，或者就是心要称念这个愿力的，或者是这个他的功德名号，有没有？
没有那么复杂。但是呢，在修的过程里面呢，可能呢，有时候呢，会有一点复杂。好，就是说，所以复杂就是说，可能你会很多你要去应付的啊，也不要把说修行看成这么简单。但是呢，也不要把事情呢，佛经啊的修行呢，把它理论化，成立一个理论呢，不去用，好。OK， 那我现在怎么说呢？因为在我看到这个例子，虽然这个例子不一定在佛教里面很好用，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我是刚好看到那个叫做一个什么报，是日报，就是道教的啊写的一篇东西。然后呢，这篇东西里面呢，就是我们这种客观文化，大家知道道教的出名的报佛祖，当然就是从炼丹啊、修仙啊，哈、哦，对啊，是这个。但我其实用的还不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那么，因为它又不是佛教，所以这句话可能加起来大家听得懂，但是又会觉得我讲话很不好啊、哦，是不是？他的话是怎么说？他说，我们如果一个人在学也好，学习的人好，那么就是就是学东西呢要有一个方法啊、哦。但是呢，你也不能把这个方法单纯是说，就是说，简单讲就是说，比方像很简单啊、哦，那么他怎么譬喻呢？啊、哦，他说我们要有方法要去做，他意思讲，但是你不能把它看成太简单。他怎么讲呢？他说岁月序中呢，岁月法中呢，那中国是讲岁月法中啊。哦然后而凡中之术，好，简单讲就是说，比如说，虽然是说你进凡界里面的有凡中之术，你明知听懂什么凡中之术吧，啊，我不晓得讲是内容的哈。那么他说，那么那这里面呢都有一百种呢，啊，还有什么有一百种？他说，所以呢，虽然说呢，他这边是讲，虽然我们一个人呢，就算是吃药，他这边是讲的药，其实他说就算是吃药也是一样哈。那么虽然说吃药是只有一种方法哈，不过呢还是要视状况而避免，可能病人去欠条了，对，听得懂吗？听不懂？换句话，我的可见我还是只说，我的意思是说哈，有的时候比如说在修这个念佛方法里面哈，这个我们这个今天在这个课程里面这几天谈到说，哎，就是要一念十个佛的十个名号，有没有？这个是修啊。这个积功德有两种啊，或者十二愿啊，像他的愿力四十八愿或者什么，然后或者是这个功德名号，或者是观众佛身，有没有用三十二声八十种号，或者是观佛像，有没有这两种啊？听起来是具有就好像进法界进食而已，对，但是做起来呢还是挺多的东西的，好，好吗？这个意思，对，这个意思啊。那么所以呢，那么当你们有一天啊，这个将来，我当然不希望你们成为将来是净土大师啊，修行啊，这个不要只是会修行，也要有教育的啊。我已经之前讲过了，因为今天你要去教我们开车的时候，你就不能说我就是会开车，我就可以教你，不是的，对不对？你还要看很多东西，开车的规矩啊，一大堆东西啊。那么是不是？那么你就会发觉，那么而且越修越知，你就会发觉里面的奥妙。哦，换句话说，怎么样稍许的差别，怎么去路呢？有不一样啊，理解吗？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岁进凡中，但是凡中之术有一般种啊，了解吗？对不对？是不是？啊，这个懂吗？啊，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所以当我们今天有甚至看到有不同的观点的时候，或者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去理解它啊，了解吗？啊。理解它，但是这个修法呢，基本上就是一个修法，但是里面可能有些奥义，好，了解好，啊，这个慢慢你做就知道了，好，啊，那么还有啊，如果你们会开车，同样好，不要永远呢就是安逸好，在一个开车上面说，我就是会开车啊，就够了，有些人就这样，但是你做到是很辛苦的，他一开就呜，然后要吐了，那他一听呜，一下停车，我也要吐了，对不对？然后他停车的时候就他也不顾，反正你看我看了十年都没有意外的，所以呢他就他的车比如说就靠那个车很近，因为
但是每个国家尤其在不同的地方不一样，有没有？是不是？所以你要注意这些啊，要注意开车的技巧呢，你开得舒服一点的时候，人家不坐得也舒服，要跟我讲什么啊？那你要靠什么呢？要靠多听闻，要去靠多了解，好，是不是？对，这个有经验的人现在才能够采取一些啊，所以一样的修行也是如此。不要说我现在修，我就会修了啊，不是这样的啊，就不听了，多听其实对你是好的。但是最重要啊，不要只是去看那些书，然后不去修，然后那个脑袋里面都，我不否认，不反对，你们要怎么怎么样啊，学佛的，但是呢，所以那天讲过了。就好像要看人家的车的书，不会开车就是不会开车，好，你再跟我讲多少都没有用，我觉得。当我不否认，我给过你一些东西，哎，那哪一本书居然是写关于这个车的，在哪里啊？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很清楚知道你就是不会开车，理解吗？这个要分散去，很多人才能把这个火关，好像越读越多，就是我迷醉。没注意到呢，越来越傲，然后呢，不听他，你就可以不得了啊。就当然会有，不会往我们今天这个修就，这个可能还得讲下去。哎，时间八点了，很高兴，是的。那我们继续再讲，继续讲一下。我很怕讲这两小时，每天想的都会哭闹。超越了一切的，可以说已经世间的修行了。
理解吗？啊啊，这个一切的方法的修行。那这里面呢，我只是引几个，它里面很多很多哈，引几个能给你一些概念。基本上是说，他要把那个念头呢，要立在一个念里面，不要有第二个念头啊。而且呢，要把这个信仰呢，当成是绝对的，是真实的嘛，啊，就是不要有怀疑，对不对啊？那么当你呢所随闻呢，所闻呢，就是比如说你所闻到的佛，对不对？你所知道的佛，所闻的是不是知道佛？要念的启发，比如说要知道启发，比如讲你说东方有佛祖与佛的话，有没有？比如说东方有药师佛啊，那么假设说，那么西方有阿弥陀佛，那么像这些的话，你以你所闻，这边所闻要听的，你要了解的说我们自己听闻啊，知道的话，听闻得来的这些，那么呢，要念启发，要知道那个方位啊，那么而且呢，要一把你的心呢，还是定在里面，断掉一切的别的想法，叫断诸想啊，一切别的想法。那么，因为你有了这样子的信念了，所以呢，你就不会，换句话就不要起这个再起怀疑的心，和这样进行的修行啊，不要接待，有没有？那么也不要起任何的再别的想法，那么也不要去想说有跟没有。那么也不要想说前面的还是后面的，还是前的还是后的，还是左的。换句话说，他其实要去告诉你，比如说你反正什么都不要想的啊，理解吗？可以这么说，什么都不要想啊。那么呢，就是你只要对你哪一方的佛意念到哪里的，你就只有对他绝对的意念就是。那么这个方法呢，就是他先提出的，就是要是心的里面就是要修行的啊。第二段里面呢，他就说哈，如果呢有个比丘或者比丘尼呢，或者在家中又或是又或啊，那么他持戒持得很好，换句话说，一般所持戒的好，就是表现给你看，了解吗？啊，反正呢，这个什么叫戒？为什么要有戒？就是要张扬这种好的美德嘛，是不是？那么为什么张扬美德？就是要你能成就十三业道。我想跟大家学个佛法是知道啊啊，就是基本上就是归杀道的话断了啊，对不对？我觉得一个万年啊，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困难。万年就是很多人喜欢，就是说就是甚至你已经在打坐打的习惯，他万年都知道啊。哼。那么呢，这样子之后呢，如意处啊，然后他自己住在这地方呢，他的心念呢，哦，此念就是这个题目是啊，就你可以说是修定这个念呢。那么在西方阿弥陀佛啊，那么在他为什么叫经现在啊？因为这部经呢是有点特殊，而且是最早的经中经啊。我为什么用它？是因为慧眼法师在庐山接济的时候，就是靠这些来修的啊。换句话说，你经中来看的话。净土来看的话，那庐山结集念佛的时候，就是以这个佛陀上面啊。当然可能你会有这个疑问，我后面就准备一些经文，你自己看是不是啊？然后呢，他就说随所闻当念，简单讲啊，当念呢，不管你闻到什么都要念呢。那么这样子的话，慢慢呢，你简单说这点，我认为啊，随所闻这里呢，基本上就是阿弥陀佛这个世界啊。那么在这个。去这个很遥远的一个地方，就去就是离此啊，去此离开这个地方呢，千亿万佛刹就是很遥远的一个地方啊。有一个国家名叫须摩提，是孟加苏曼迪啊。那么呢，如果这样的话呢，这个国家名叫苏曼迪啊。那这样你一心如果一念的话呢，一日一月的话，一直到七日七月的话呢，那么到了七日之后，你就可以见到了。这个是正如这个经讲的。啊，其中一个方法，这不是我一讲啊，就是一个，这里面讲到一个，我是给一个例子你看。第三，那么他第一说，所谓见到是什么意思啊？那么他就说，所谓见到这个极乐世界啊，是什么意思啊？他就说，就好像啊，或者是见到佛是什么意思？他就说，就好像梦啊，就梦中你做梦的人呢，他呢在做梦的时候，他是不是也不知道究竟是白天还是黑天的？晚上还是对不对？白天还是晚上 ？OK。那么呢？那么
那么简单的讲是因为呢，你可以这么说，因为你是在一个黑夜里面，就是一个看不到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呢，所有东西都看不见，不是因为这个状态。那么，所以在见到佛或者是看到其人的时候呢，那么他要说就好像也不是依靠这个我们修天眼得的道，啊，有些人他会认为说，哎呀，我们的修行啊，修到天眼呢就可以看到其人。以这部经的说法的解释说，就只是靠天眼得到啊，那么也不是因为靠天眼得到的啊，那么也不是靠说你有这种神通呢，可以飞，然后飞到哪里去呢？理解吗？我们知道佛教的故事里面，有的就是说，你可以通过天眼看到天堂啊、天界啊，不同的天界。那么你都可以通过这个修炼天眼，可以听到天界里面讲话，好吗？那你可以修这个神足，飞到这个天界里面去，看看这个天界，好吗？但是呢，这个极乐世界是超之上的，好，他讲一讲。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说呢，他不是因为这样子呢，升到投身到那个极乐世界去，或者是人在那个世界里面，在极乐世界里面。那么，比如说，便于此作见。那但是呢，如果比如说坐在那边看到的时候呢，那么他就有比喻了。那你怎么去解释？那我坐在那边明明就看到其实世界啦，或者看到佛啦，那怎么去解释这个呢？他就说，就好像某某人呢，听说因为那个时候你们下去这个洛斯里国这个地方是出现美女的地方啊，但是不清楚要去跟男众讲啊，就是说美女的地方呢，比如说有美女叫什么名字啊？那么说她多漂亮多漂亮哈、那么就是有名的，像大家一讲到小王贵妃就很漂亮，我们叫什么啦？管不得了。我们这个中国人心目中讲的杨贵妃不是王贵妃，杨贵妃是王贵妃，是吧？还有谁？去年的是谁？赵飞燕。去年的是赵飞燕。貂蝉赵飞燕。啊，貂蝉，对，是，对，我不知道她名字啊。去年是李治廷。没有，这个有点不一样，就是因为这个林志颖，我不认识是林志颖说出来，但是我的意思说，至少你可能还可以看到照片嘛。他现在讲就是说，比如像古代的人，像比如说雕刻上，雕西施，西施，对，青梅的是西施来呀。对，比如说像西施这样，对不对？那么我们是没有见过的，是不是？那只能用你的想象去想象，说西施是怎么漂亮，明白吗？啊，他要讲的是这个，他不是说已经有照片可以看，啊，就是那么这个西施呢，啊，但是就是说这个人呢，就是这些人以前在印度有名的美女，就是，那么在那个国家住，所以他怎么样子呢？他们都没有见过的，所以呢，但是呢，他对他呢有这种一面朋友，所以呢，变成呢，他有就是晚上在睡觉做梦的时候，就做梦做到说跟这个人行这个房事，你知道吗？就这样子意思。所以呢，但是这个不是我讲的哈，这是我自己里面的，这跟中国文化当然是有点奇怪，毕竟我们每个文化不一样啊、哦。那么在中国你怎么讲有点慢，有点干涉。但是我是说，就是我这个跟我没关系，我是为了这个形容说，他这个是对他的形容说，其实就是说，当你有意念不多的时候哈、哦，跟那个时候，所以你说看到的这个佛哈、哦，跟你的叫什么？啊，就其实世界的话哈，这个是一种，是换句话说，是因为你的一种意识啊，这个不是透过天眼，不是天眼啊，也不是你的身体，上面讲最主要是讲啊，明白吗？那么第四段里面呢，这个我觉得啊，我等一下应该讲解这个文化，也是讲讲这个路线，停在这边啊，就是说大家讲的时候，如果念阿弥陀佛是吧？如果你专念阿弥陀佛的话呢，那么你就可以看到见到。见到的时候呢，你就会问说，那句话就这么讲，看到第四面，他说，佛眼呢，菩萨以此见我主啊，念阿弥陀佛，专念心得见之，即问呢，回问说，时何法得生是佛？简单想，你看到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就问他说，哎，那我要修什么法才能到你的
世界去啊，对吗？就是极乐世界去。那么阿弥陀佛呢，就报给诸位，阿弥陀佛就报给诸位大家啊。他说：“欲来圣者，当念佛名。”他说：“如果来生活的地方呢，你要来我这个地方去传光，你就有生活的功德啊，就念我的名吧啊，那么就可以去了。”那么另外一部经呢，同样的部经，但是翻译版本不一样，所以像有些《波罗萨埵经》啊，也是一样，但不一样的翻译。他这段话是怎么翻译呢？他翻译说：“欲来圣佛国者，如果要来有这个国的，就是阿弥陀佛在创造这个极乐世界的话呢，要常念佛数数啊，要数数的念佛，数数是说一直不断的念佛啊。那么常当守念，你应该要常常念，帮你念守住啊。”那么莫有休息，不要有停。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如是的来生活国，如果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来到佛国。这是另外一个翻译版本啊。那么换句话说，我为什么给这些版本你看呢？也让你了解一些细节上的事啊，理解吧啊。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再看同样的啊，这个呢就是另外一个版本，叫做《阿波菩萨经》啊，其实内容不大一样的。但是对于这个呢，因为每一个人翻译的时候，真正是怎么样，我们现场不要原版，我没办法说。其实什么叫原版，原版就是一个问题了哈。OK， 就好像如果假设只要读了莎士比亚剧的，读了任何真正的原版的翻译给别人知道，你怎么说什么叫做原版？好，但你们如果读过就知道，我这个不说不确实。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说常念佛意。善习不舍，常行万作，便生是佛国。了解吗？好，那么他这个是怎么翻译？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大方的大乘经》啊，就是简单讲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啊提到的，这个在一个显复分里面啊提到，就是说，他说若人发心求生者，有没有？常当细心正念相续，就是说你的心呢要有像正念，而且是相续的，不是说一下子没了啊，相续的阿弥陀佛便是生念，如果你降完你就可以升到那里。那么积德胜矣，有没有？师尊以师之彼心故啊，这个我先不提了。简单讲就是说，这里面你会看到这个大方的大方极境啊，说的方式呢跟第二个佛陀上经翻译的比较接近。OK， 那么我们再看下一段啊，下一段是说，当然这样子的话呢，没有休息呢，一定可以略休息说，就在这样子一念的话呢，就可以来升到极乐世界去。那么佛就讲了说，专念故，因为你有专这样的心的意念的原因呢，你就能往升到极乐世界去了啊。那么常念呢？佛身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而且呢，当你看到佛身的时候呢，会非常光亮的。一般只要有观过的人知道，你观到佛像的时候，一般来讲会非常明亮啊，那么而且非常端正啊。那么这个我们就先谈这里啊。那这里呢，我们还剩下一点时间，我只是大概要说一下。那么在我们还会继续再讲解。关于专念下的时候，因为在读这个读碎念里面啊，那么就有要做第四个，就是要做观察啊。所谓观察里面，就是当我们如果有办法，就是说观到一个佛像的时候，佛像的时候啊，至少观到佛像吧，就是阿弥陀佛像的时候呢，那么开始那么就会要观这个善根讲义里面有提到的，那么你就开始要先观这个。佛的种种啊，就是有种种佛啊，那还有呢，观这个佛的世界，那么叫观察呢。最后呢，还做一个这个我们叫愿，愿就是说要发这个菩提心啊。那这里面呢，我们这张图有人看过，有的人没有看过。那么这张图每年我们挂上去也因为这张图是有版权的因素。所以不能说照不照他们发，有些人很喜欢讲，就随便发来发去发给人家。那么我们要遵守你的版权，要不然你是偷盗，了解吗？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也知道，要不然吃什么？
对不对？那如果你真的这么发大心，你就用你的金，你就赚几百万把它买下来就好了啊，你再发，懂吧？就是看你有什么能力，懂吧？好，发心是赚大钱，然后把它们完全买下来，再去捐给人家，这个才是真的。你听懂我在说什么吧？OK， 如果你是偷偷的自己弄一弄，不知道自己做的错事就好，不要再去还是有点去做。我最早看到跟你第二讲的就是哦，你如果说哎呀算了，我现在是贪嘛，就盗嘛，然后怎么样，我也不理，还是朋友家的事哈，小小的，那还去广为流传的人就不好哈。要搞清楚这个事，很多人就会把这个东西。那反正这个是没有版权，我先说，没有办法，是你们就这个例子怎么说，不是我的事情啊，我没有关系，因为我赚不了这个钱哈、啊。如果你叫我看的话，我也赚，真的没什么。主要是我们要了解，就是说这里面我们看这个图哈、啊，那么你们有练过奥秘口琴的，所以我不需要讲太多的。我因为我认为你们每天都打算就送吧，送每天都送三次吧，至少是吧，到四次。那么所以呢，这个不需要再讲，你们都看不懂的。而且英文的我都有英语啊，就给他们翻译。那么我们看看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基本上呢，这是一个中华里面的阿弥陀佛的构图啊。阿弥陀佛的构图呢，当然坐在中间的就是阿弥陀佛了，这个我们讲到阿弥陀佛。那么这个后面呢，这个就是所有这个佛的啊，这个佛光的后面，看不见的，可以摆布一点吗？老板，啊，没关系，等一下我就摆给你看，你们先继续看。大家应该后面那边，我就看不见。你现在才幸福把它拉到你前面去看，我不是说把这幅画拉到前面，是你把它挂到你前面去看啊。那么呢，这个后面的话，然后这个当然就是指那个宝座，在宝座上面有莲花座，这里面就是所谓的这个水池。但我们讲的水其实有七种啊，七种功能的啊，又甜啊，又柔啦 啊， 啊，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又清净啊，这些有分。安格其实没有这个，但是在大门大门是有的，有些大门它会比较多一点，这些上面。那么这个就是，然后呢，这些有它的这个童子身啊，这些童子的莲花，这些童子，这些呢就是刚刚出生的啊，莲花生的啊。那有些呢，在莲花出来的就是不是。那么你会看到这上面呢，这里有很多这些诸佛啊，因为这是我们讲的每个佛到这边集会嘛啊，那这些就是普通的佛，还有这些当然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那还有各大的这些菩萨啊，都在那讲经说法啊，了解吧？啊，然后这里面呢，就是你会看到这个有一只那个鹅啊，那么有一个孔雀啊。因为在本来就是那个东西，还有就是看到有只鸟啊、哦，有两个身体的，这是什么？公鸣。对呀、啊，是公鸣之鸟啊、哦，就是一个鸟两个身体。但是这里呢，这个至少跟敦煌的这个版本里面，这画是这两个像人的头啊，一个身体，公鸣之鸟啊、哦。然后呢，还有这个月众啊、哦，这里月众啊、哦，就是卡林达啊，就家庭一阶啊，这个月众鸟。然后当然有鹅，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其实在另一个版本是有比较有的、啊、但是在、我们的、基本上这个旧国史的翻译版没有了。然后呢，这点就是当然就是这些业种的了，那这业种，那这边就是所有的床伴、啊、那么七重党数有这一张，这个七重数、啊、就在这个福气里面、啊、这里一重、啊、然后你看这里共有七重的，那这个就是所有的这个床伴在这里，这个就是所有的狼格，明白吗？哎，每一个狼格上面呢。都有七宝掐，你自己的，到时候慢慢再先看啊、哦。有七种宝啊、哦，那么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简单讲呢，这个是一个敦煌的在石窟里面，不是一幅的，它是把几幅敦煌的石窟里面勾过了，就是刚好把它拼起来。哎，大家理解？但是有这一部分你没办法找到，所以就这样了。那么这个是，其实它的这个图像呢，我觉得有些办法。就是第一说看着好像庄严嘛，就是说这个庄严净土嘛、啊、看着这庄严净土啊，这个下面这些就是花、啊、这是金花，就是不是天庭把花嘛缤纷而下、啊、那么当有人会看到有的菩萨就是拿着这个衣屑、啊、就去装那个衣服这样
画的，然后后面还是红。所以你如果对这个图像有一个概念，有时间来看一看的时候呢，你在观想这个，不是在观察中来讲，有时候你可能说啊，我还没有吸到这个，我不需要，不是这样的。有时候你可以做做观察，让你产生对这个佛这个法人生的信心嘛，对不对？啊，所以呢，你还是会对你的学习能力慢慢的了解了。所以呢，那你自己再找找看看，然后你大概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呢，你在下次在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呢，请你们呢，不要再看这个字啊，或者脑袋看这个字还好，想这个意思还好，就是千万不要到后来呢，你就一边在那边想就想说，哎，怎么还没有完啊？这么久啊，你就算死了，对不对？或者呢，嘴巴念的很好听啊，这个就唱歌就像在那边就像好像没有用心啊，了解了啊。所以呢，如果是的话，你下次闭下次观的时候有啊，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然后你正在说法怎么样，你就可以观想这个了。有大势至菩萨、观世音菩萨，然后有业众，有没有？有各种的鸟，还有七种大树啊，七种檀树啊，这些你就可以慢慢发展起来。你要这样训练呢，在念诵啊，所以前面这边说到说你讲的就是说要说什么所闻嘛，对不对？那当然了，我刚才讲的，你不读也说嘛，本身这个是诵文哈，我们讲背诵，其实这个诵的意思哈，就是有时候把它翻诵文，为什么？因为它本来在放的是同一字的，因为你要背东西是要靠记忆的，对不对？好，那么你一直在重复的意思，所以你每次这样的时候，慢慢，如果你念到了，你可以甚至慢慢至少就一直讲出来了，好不好？如果一直讲的话，那你就。观想慢慢有习惯，一定要习惯，好，要习惯。那么你如果每次在练的时候，你都有习惯呢，很容易将来你修观就忘记，是不是？那平常如果你没有养成这种习惯呢，你就等着坐下来再待的话，你就放不起来，就是。对，这个你会慢慢知道为什么呢？尤其在天台在各方都一样，都赞叹说，你其实修的时候，意思就是要深点，要拜，对不对？那么就当你拜的时候，你别观想佛了，是不是？那么这个当你拜忏悔是需要的，因为你不忏悔的话呢，你还是执着你的心里很多烦恼，或者是说你的固执之见，你说对你有好处吗？没有好处，一定要通过这个对佛的心来忏悔，有没有？来改掉你的这个坏的习惯、坏习气。还有就是，我假如说你在每次诵的时候、口诵的时候。你的心为什么说你还是事实上可以？就算你口诵的话，你的意念还是可以一样去观的。你讲啊，就是讲啊，是开始要解释这个非常难。一讲呢，我想大家就东想西想。现在我想大家知道，你看，不管你禅修做得好不好，心定了一点，是不是？对不对？不管你做得好不好，至少心定了一点。你会发觉，当你的心定一点的时候，烦恼就没有那么多，是不是？虽然是做的时候还是有时想东想西，但是不一样，这种想东想西跟发脑是不一样，对吧？心还是定的，心定一点，那你念起经来专心多了，对吧？而且有力气多了，是不是？不会觉得自己好像念的好像死不死啊？这是一个。但是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当讲到什么的时候，比如说念到南无东方什么佛，比如说我们的我想想，我们上课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我突然想是白发佛，如来应佛，因为我们都念到说，三观佛什么佛什么佛，对不对？那你虽然都不知道那些事，但是你就知道是佛，是不是？那当然，如果你知道他讲的东方，那你的意思在你来讲，先暂时是讲哈，意思就是说在你东方是哪里？好，当然如果你真的知道东方，当然也可以呀。但最终的是你自己的发挥来讲，先就说东方有什么佛，西方有什么佛，哈，南方有什么。假设有刚刚念到讲，那么当你念阿弥陀经的时候，记得就是如观想佛，阿弥陀佛的专念经。可以啊，我觉得我就说过了，你就不要去改，我就说你要用功就可以了。你为了要修行的嘛，不要说到时候就这样，对，这你懂我意思吗？是这样，我们要因为人家当初给我们是这么跟我们说的。好的，那我就想，应该我讲的，我觉得八路的人容易不到手，所以我先讲到这边。
不行，还要讲。哈哈哈哈哈！时间紧，我查到。那还没，还没有。我应该这么讲，我只是比较确认一下，如果你是修跟出入习惯有关系的方式，这个我比较确定。那么就算如果你是修出入习惯禅，修出入习惯的人，他自然就知道他的习，跟他的生命的整个互动作用。那么一般他就知道他应该什么时候走。换句话说，其实有时候呢，要走跟不走，因为身体可能已经意念到了。但是呢，如果你的心呢还是一直支持说我非要走的话，你还是有办法，对不对？除非那个身体的一些期望已经真的没办法再撑下去。但你的念头很重要，是吧？所以呢，我的意思是，这个东西从意念的看待，看状况才好。对，有点像，其实这样，一个人如果他的意念已经到了。就是不是因为生命的因素的话，生命的因素有些人是他靠感情生命生活下去的，若他大家也是觉得不需要了，算了，他就这么就走了。那么我知道，你都知道他什么时候。我们因为我们佛教一定不讲嘛，我们在记载任何东西，先要一个了解啊。我们记载任何东西跟佛经一样的，都是记载一些特别的历史啊。当然有一些例子也很特别，也没有记载也有的啊。但是这个肯定。是绝大多数的都是这样。我现在我刚才讲的是的时间一段，就是说，其实不管是什么方法，我知道在那个方面你我也确定，我也这种也确定的。那当然，因为我们能走就是呼吸的最重要一点，就是你就是放弃了对我的东西，这样这样这样。所以说，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你其实怎么走呢？因为在不同的这个进步的说法，有的就是你引导什么，你要走，知道吗？对啊，但你自己是可以决定，因为你如果不需要相信你的时候是可以决定。我本来今天晚上是要解释这个，我一下就忘了，因为时间到。但是我顺便可以讲几句话，也是我明天再多解释。就是说，要知道，就是说，我们本来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在临终的时候，其实我刚才讲了，为什么我刚才说你是可以决定你要待多久还是不待，不是待多久，是多待还是不待。但是因为有时候呢。因为我们临终的时候一定有一些状况出现，这种状况的话，如果你有修过这种观想的话，就是叫念佛的话，就是意念的话，实际上那个时候是一半的念佛的，会要让你的一半的静气，也就是说一半人的话呢，他可能会起床，他记得起他下午，他下午的时候啊，他做过了什么事啊，一直到他成长啊，做什么样的事，然后那个时候呢，你就不会去记这个了，那时候你的专心致志。所以你那个，因为你就好像你平常在坐在那边，你会有很多东想西想，你知道，对不对？但是你在写的时候，因为身体没有这个影响力了，你只有你的意念嘛，所以很自然，这个现象就变成好像一片一片花这样，没有看到，是吧？所以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在修？你这个时候呢，你就把这个方向丢掉，就是意念。所以那个时候你如果意念的话，这个立刻就显现。换句话说，讲好听一点的话，有一些人说。其实那个时候最后一念的时候，你能把住，就算你平常不修，都还是有用。啊，了解吗？但是我们总不会过分的等到那个时候再做吧？啊，跟那个时候做就可以带给你不同很好的意义。为什么要等到那时候再做？心脑症120岁，他是6年以后这样的，没听病痛这样的。是啊，我就说刚才有些大师，你挂了很多心血，你有一些很特别的断象。但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是鼓励我们，但是我们也不要常常把这种鼓励的当成绝对来看，要不然呢，说修行的人觉得自己没有信心，不好。你们给我再说说什么？好。好，讲到这边了，谢谢你们捧场。谢谢。